满天飞。继五月爆出同游济州岛后，日前又爆出两人同框照，再度传出热恋中的传闻。而两人曾经的 Instagram 手滑关注事件也再次引发了关注。 V 在刚开通 IG 时，因为不熟悉操作，无意间误追踪了出现在推荐追踪的 Jenny， 在发现后立刻取消，不过还是被不少眼尖网友看到，当时就吓得 V 询问粉丝有没有方法不显示 Instagram 推荐呢？这 APP 真可怕。之后甚至有部分粉丝开始出征 Jenny， 造成双方粉丝隔空在社群上展得不可开交。而随着这次两人同框照流出，就有人对之前的手滑提出了质疑，并提出了看来当时的关注并不是手滑，而是爱情的开始啊的声音。至今两人经纪公司均没有发布明确的官方立场，因此网络上依旧是猜测不断。